so many。我去，这个盛况不，哇，这个人节奏不转化给那边大会，我去，太离谱了，这个，这跟那糖豆人似的，这好吧？右下角就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上不下蚂蚁窝？怎么这么多人？就离谱你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原来这才是普通机。我感觉老卡了一次，害怕。我感觉应该得有二十个人。操！哎，对吧？来，都准备吧，都准备吧，都准备吧，都在吧？都准备了啊！颇有准备啊，颇有准备。颇有，请慢点，颇有慢个一分钟出发，好吧？让让他们，好吧？我就在旁观了。我把颇放左边 C 位是吧？我改一下位置啊！马上我改一下。把颇放左边。我改一下位置，来，稍等。我就作为战地记者在这边转播，实况转播。我们慢一分钟冲的。我们人多势众的，亲。杀不用 back。这个杀，有一点孤独，我把他踹下去吧。哎，怎么只剩我一个人在这边？啊，真正的 PO 进。反正啊，就你来个。OK， 我去，太离谱了，好多人啊！我靠，我也开始卡起来了，怎么办 ？OK， 本来还不卡的，一下人太多就卡了。沙杰哥，你回来吧。你们听我直播间声音啊！你们听我直播间啊！我说开就开啊！我说开就开啊！来，倒数吧！来倒数吧！五四三二一，开始吧！来开始！来倒数吧！五四三二一，开始吧！来开始吧！倒数吧！你们不是你们。我换个声源啊，我换个这个声源。啊，怎么下饺子？我围观一下。哎，我这推流 A 怎么断了？看不到 T 的了，怎么能看得清啊？哎，怎么跑第一个了？我去，哎，我在哪儿啊？跑第一个了，看不到 T 的了。有人回去了吗？我设个档，我回来。啊，过档，哇，这也太快了！哎，我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什么蝗虫过境是吧？那都死了个刺儿。真好，我负责守存档点，大家加油。这有十六人吗？这不止十六人了吧？刚才十个，现在应该不是他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去！我天哪！怎么有挂哥？我操！怎么飞炸了？怎么直接到这儿了？这也太快了！第一关就挂了。我时间是不是没加呀？哦，我时间没加是吧？哎 ，S 二呢？不是有人去了？哇 ，S 二的！哦，我去！蝗虫过境是不是？不行了，我这太快了！我天哪！什么蝗虫过境？看不到自己了呀，下饺子了呀！你也稍微问一道题，就是有多少个人？还有 W2 死了，小英也死了，连出的题都死了，出题人都不知道是看不到人了，可以数答案是多少？可以慢慢数啊！过档了！我去，啊 ，bot 一二，哇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没事，我就看直播了，看直播了。小我这边那个 SMF 也到第二档，也是很快，是。太快了，群友遥遥领先，不愧是群友。花姐好卡呀！但是串流 A 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串流 A 我们这个 PO 大队跟 SMF 的这个进度竟然差不多。好，他到第三秒，比我们还快一点。奥斯克咋了？哇，蝗虫过境是不是太强了？蝗
了呀。嗯？哇，好难啊！这边 K 八三遥遥领先。啊，还是我们 Q 大Q 大队稍微快一点。Q、啊、大队啊，电脑死机了。是吧？电脑死机了。加油啊，坡！哎，坡先过了，坡先过了，乐死！天哪！哇塞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跳不了啊！这什么？就一波人啊 ！SM 叫 SMF 一力战群神是吧？怎么还有 Beast CCC 啊？刚刚这一瞬间看到了。都有谁、啊？安硕，我去！我天哪，好难、啊！我天哪，我已经在床上点菜。啊，这个是我，太棒了 ！SMF 就比我慢一个档。哎呦，坏了！要说一件吧，他推有勇，但是他确实好卡。讲道理，我们这个选手炸了，跟我们这搞花火没什么关系，是他那边电脑问题。那变成了一个30那边串流不知道为什么是设置有问题。完了，我扯完档之后啊一下都啊回去了。MF 好像一直在死最后，好像。加油啊！天哪，这都多少人啊？多少人应该就是看一看。哎，怎么死最后了？后队都要过 S 三。哎，他的话过。你那个串流顺便点个录制吧。啊，这不点上录制？哦，我没录。要不？哇，一号画风。大会不是有录制吗？是说那个夜夜那边再录制一下的话，那个方便单独独享是吗？就录我单独的这一个画面，你就只录剖，我去数一下吧，有多少人？我天哪，不了，没数，数这能数？我去，我竟然他喵的截图登上了一个档。就李先的存个档，仿佛啊，就鬼子放鬼子进村一样，存了一个档，一堆人过来，乐死！太离谱了吧！嗯？怎么没存上档呀？嗯？哎！哦，下去！哎呦！哎，成成成成成！我在哪？我是谁？哎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在哪？我是谁？存了，存了，存了！啊，有人过了，有人过了啊 ！FFF， 玩了！我去，好！玩了！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？什么大点？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！29个，29个！我去！29个！天哪！当然，也有可能之后还有人会加进来。太棒了，大 B 队！我可以再数，再数一个现在的。那个街机厅都没那么多人，怕人。哇，真的，我就觉得就那个传送门像是、哎、啊，就 warp 像传送门一样，好像放了一大堆鬼子进村，太吓人了，就。怎么能跳？你们先过去，我看一眼。我走到第一个选手这边。哇，什么情况？吓我一跳！吓死了！想起之前有一天破豌豆。哎，这往哪走？哦，这我们的。哇！根本看不见我。哦，我又数了一遍28。哦。基本上就是这个人，串流 A 选手才刚刚开始。他那边可能断了。等下我看看。我的天哪，完全看不清。刚开到了第二个画风，应该说是第一
衣服了。第二个，我怎么滚到这里？马斯克怎么重开了？谁？啊，他 very hard 了，直接。什么？啊，对了，他怎么直接 very hard 了？不清楚。Oh my god！有人挑战自己。哇，抛这边可瑞怎么样？要你先。谁说国内抛凑不出比日本多？哦，对的。机遇和日本人打赌说，假如 PO 队，PO 队领先了啊 ，SMF 大概一个。哎呦，这下！我想哎，怎么回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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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来了？哎，没人回去吗？哎呦，怎么了？有乌龙，又回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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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来了。我所存档点，十一破了，十一破了。我想知道国外现在是什么法。国外可能刚起床吧。I'm shocked。有人过了。啊？怎么过的？谁过的？SMF 一粒啊，乱众神是吧？太强 ！Oh my god！ 到达世界最高层 ，EBB Needle， 太美丽了 ，EBB Needle！ 哎呀，这不泼吗？太美丽了，太美丽了，这不是 PO 大 B 队吗？这不是蝴蝶结小男孩吗？花姐又卡我 H，Masker 好像他站在原地不动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看不到我自己人在哪儿。这应该不是不动吧？他踢的都不动了。Oh no！ 哎呦，可以了，车流又炸了。哦。都在从他面前死掉了。我靠 ！F！存档了，你可以过来。你说那个沙，怎么 SBA 什么沙逼操？我这名字听起来什么鬼玩意儿？太可怕！哎，完了，我卡了。啊？这是哪儿、啊？那边斯图这是新的，已经。还不在这儿？没办法，这里。这不回去了吗？啊！又回来了。这是哪儿啊？应该来几个内鬼，那个在第一面不过偷偷存的，把大伙骗回来。花姐那边真的断了，什么豌豆，真断了。没有叫 KFC 的呀，饿了。啊，要不改名叫威密五十 ？V 五十，哎，有道理，那我现在就改。来个人叫威密，来个人叫五十，然后两个站一块儿，多棒！好，我也过了，我已经改了。啊？什么威密五十？还真有威密五十，哎，是的，还真有。左上角那个砖。不是不是，我没在游戏里，我改了队名。什么 ？vivo 五十队 ，vivo 五十 ，vivo 五十队，哎呦，笑死！这左上角还真有个人叫威密五十。秘密武士是谁啊？左上角，不知道，那个但是没意见，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我完全，嗯，没事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哪儿了。怎么的，有一种就来太子放黄鼠，曹操，完全找不到。就当你手存档的时候，你看到一窝人从你面前啊蜂拥而去，就非常震撼。相当震撼！疯狂星期六又来了！天哪，这就是疯狂星期四，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是吗？花姐说：“好消息，他直播画面不动了。”好消息，没办法。在边直播边推流吗？他应该不是，应该就是直播。他的电脑配置
开直播会有问题。哎，太麻烦，好像是单调是极限了吧？极限开播会有问题。嗯，极限那是。你们现在到底多少个人在里面、啊？我再截图扫一下，也就二三十个了。29吧，先说了。等他们人稍微分散一点。温密30是吧？我再数一下，刚才是28，刚才是28。这个 PO 是烈焰的视角，烈焰的视角。怎么有人起这么长的名啊？哎，为什么有人的名字在空中啊？说明你卡了。为什么有人的名字在空中啊？现在的人没有之前多了。耶耶。那个是我卡了的问题。ZZZ， 这是禽兽吧？他为什么不来？不来。你再数一下。来解说频道。哎呀，真的很会跳刺，说实话。好，正片开始。结束了。已经三个出来了。哎，我演个演个吧。好。哎，怎么说？我又数了一遍，还是二十八。可以啊，应该就是个人数了。还好，这个不是触摸存。我怎么感觉他们能半个小时35分钟过呢？不用35分钟吧。他有人他妈的第一遍去了，我去吓死我了。除非有多见的吧，否则打那个 Spark 那个画风还是要卡的。只能说真的还有人关注SMF 吧。那你怎么会没有人关注可怜的花姐？我已经选手了。哎，解说们，我们是不是解说？我们是不是该解说选手，而不是解说 PO？ 是解说就在 PO 里面啊。还是看看我们可怜的花姐吧。本来那什么，本来应该看右边两位的，但是右边那个 Master 他的电脑的 CPU 或者显卡配置不太行，开直播出问题了。所以，但是是吧？过了。有个 PO 对吧，节目效果就不一样了。要不你在右下角挂一个东西吧，说明或者让他私下先打呗，打到最后截个图啥的。没事，他都玩不过去了。哇，顾客你飞好快，你不停飞了。哎，马斯克啊，对不住了，我只能把你的直播界面给关了吧，关了。我右下再动的话，会不会直接 all clear？ 算了，我切成双人吧。我只能切双人。EVS Lots of People。这个画风好漂亮啊，这雪花是什么？这就退潮自己摆的。哎，退潮。啊，退潮啊，那没事儿。在干嘛？写这个作品。哎呦，看不到人了。怎么都是长存？单数，单数。加油啊！单数。哎呀。哦，原来这就是 Masker 对吗？哇，大家真的好快！哎，实在不行让 Masker 来泼呀！啊，对啊 ，Masker 来泼啊，对啊。那泼那不更常见了？再泼一手。我再数一次。他不用推流了呀，他只用开个。对，不用推流了，你不用推流了，你过来泼吧。主要问题就在于看不到他人。好强啊，这个接。啊，接过了。So fast， 然后看看 SMF 还在黄色的，像沙漠的一个面儿。哦，好惨，33个人，我靠，太快了。这么显得 SMF 好孤独啊。一会儿量子次学面，我觉得会很乱很乱很乱。好孤独的 SMF， 心疼他一下。哎，去过了。我千愁。这是什么福瑞？是千愁吧？对，是千愁。哇，看不到啊！绿动四折茄子是吧 ？Oh no！ 哎，阿酱，四折三 ，no！ 太棒了！这是什么饺子？我白色的 key 的是真的不会瞎吗？我球在哪儿？但是好区分呢、啊。Oh no！ 你别把手机，他对话框，我操！他对话框，哇塞！别死我呀！
我去，那个棉花糖光了，看不见了。哎呀，有内鬼。闭过了，闭过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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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去，赶紧走，赶紧，赶紧走，我受不了了。哎呀，我急了，笑死我好急啊！我是吉吉国王，哦、我天哪！瑞怎么死了？你先别提了，顺哥有个是谁发的呀？这个什么什么 PB？怎么？你们还有联合是吧？一个 P 一个 B， 核心 PB 是吧？哎呀，哎呀，我怎么出来第一场？完了，快快快，好机会！操，我还以为是那个群里发消息了。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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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好好，过了，过了，我存了。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？人呢 ？Where is me？ 哦，这看不到 key 的呀。逼密五十，别逼了。别逼了 ！I can't see shit。嗯？反正就过了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过了。啊？反正过了，不要叫那么多了。啊、有内鬼！来，我们看看远方孤独的 SMF 吧。来了是吧？应该过关了吧？这个是谁面没看清？哎 ，Master 来了。好孤独啊！虽然，但是就 S M F 真的好孤独啊！哇 ，H 过太强！我拿走啊！没看住我哎！应该是倒数第三关吧？哎呀，哎，后面还有两关，是一二三吗？啊，是吧？是吧？没有人瞬移挂呀！刚才死最后了，闪现挂死透了。哎哎，是有 masker 吗？有，我看到了。哦，来了，哦、他来了。哦，刚才跟我下棋局，然后他死的。我宣布 masker 赢。什么下饺子？哎，什么下饺子？吓人！我宣布 masker 赢了。啊、Master 赢了，这太稳了，怎么可能输啊？这他要发布了，怎么有人催宝呢 ？School dude 啊，真人吗？哎，怎么回到第一名？哦 ，Killer 来了 ，Killer 来了 ，Killer 啊，打了曼都，我去，别吧，没有，这都是假的，这都是整活是吧？这都整活的。笑死，都是马甲，都是马甲，就是谁进来搞的死爱人。哎，这谁内鬼啊？国外那边也不知道我们的专属密码呀。操，怎么有人弹幕说学长我爱你的？啊，也不是不行。这 F 阶难度上升50倍。别让我知道是谁啊！现在都上升10倍，10倍甚至9倍，完了来了，完了，怎么没有红礼？改个，这啊，我怎么过的呀？哦，来了，大的来了，哎，摁哪个键来了？为什么就过了 ？H 吧 ，H 吧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过了。H 摁 H， 这里我卡了，好卡，刚才，这里肯定会慢人一步。哦，这里是量子自学的这里。操！我都看不见你们人了，我又看不见你们人了。我靠 ！H 过了。远方的啊，这儿。我在哪呀？来！我操！我现在想截图都截不了了，人都看不见了。F 九呀！哎呦，缺点三，很可惜。啊，那个，我们关注到 SMFSA 已经到了 EX 了啊，也到了 EX。SMF 也到 EX 了。哦，美好。我在哪呀？八 SF 2023，这不存在的东西。我在哪呀？是巴西的。哎，加油啊 ！H， 哎，怎么都在？根本看不清。都在那死掉了。知道前的事了，好惨。H 是真神。
老啊？什么？啥？逆天？啊？我是那哇，过了谁呀、啊、？SU？ 哎，我操，怎么到第一面了？我在传送上了，过来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。啊。是啥呀？好快啊，大家。哦，这个好像是，哎，反正你看吧。什么下饺子？哎，那么密集，真有人看清吗？哇，难过，真看不清。我的什么下饺子？我这个人是怎么过的？仿佛大家从一个点迸发出来。坏了！我靠！我现在每按一次 R， 我 技能会在不同的档出现，怎么办？我在哪个档？我每按一次一次档，我 技能会在不同的位置出现。左边中间那个档，现在左边那个档。我连刺儿都看不到呀！这个哪有刺儿啊？我在哪个档？看不见！我靠！我又在哪个档？现在是 Warp 左下角这个档。哦，过了，就是左的那个档。啊，对 ，Q 一二三喷完了，记得有人找你测东西。左边那个档。哦。啊，又切换、哦。啊，大家好快啊！大家，大家不要那么快。哎，怎么不到这个档 ？Mask 过了，第一个过的。哇，天哪！好强，太强了，大家。哦，那个宿命号过了。H 哇哦哎，我瞬间就到这儿。哎，右下角这个档，加油 ！Mask 已经太牛了。哎，这么看真的人半个小时多。然后班树先引入到吧。Squidu Tail Mando Crazy Thursday VV 五十。这都是过了。我只会心疼 SMS。哦，可瑞过了，大家怎么都会量子四十啊 ？Hello，Hello， 你好。谁呀、啊？你好 ，School Dude。哦，你好。你好。Hello，Hello hello.。Hello，Hello。V V S M F。What the fuck？ 什么 V 我？哎呦！现在在哪？真好！哇 ，Master 好强 ，Master 一个被电脑耽误的精神。确实，这应该让我去他们搞个坡，然后他这个好复杂，他不能回来。哎哎哎！到底瞬间回到第一面，吓死我了！希望你们不要发个什么，不要发一个什么的。鲨语言，我刚才是不是看到什么东西？不要丢国人的脸。对啊，我觉得就害怕，好像是大家都干得出来的事情就害怕。逆天，可能国人没有学会别的，学会了威力五十，才更坏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已经把这个梗跟他们说了，就是 KFC 的疯狂星期四的梗。他们那边有疯狂星期四吗？没有，但是应该能有、他们应该有一下的，应该普天同庆。Crazy Friday， 哎 ，Thursday 吧，Thursday， 当然是 Thursday。哎呀，我英文不好嘛，英文不好嘛。Fucking crazy， 哎呀 ，Crazy Thursday。谁让我自己亏着死了？离我3738。Crazy, I wanna pull. I wanna. Crazy boy, 这么滑稽呀 ！B B B， 是吧？啊，谁叫狗斯特呀？哈哈哈！这还有人看？狗斯特在哪儿啊？看不到啊！狗斯特在哪？我看到了。狗在哪？我没看到。
现在班数非常的显眼。Whole team so crazy。So crazy。哦 ，IP 改了 ，IP。Very very crazy。来来来。对，疯狂星期四不就是什么香骨鸡啊，什么蛋挞？哇！看 ，healthy shit！ 我靠，这都最后一面了，太快了！这半小时就完事儿了，你们真快啊！可以再跑一、哎、再跑一遍是吧？跑一遍2022是吧？2022好像没有他不能破的版本。分流，五分钟做一个，25分钟你们在车吗？哎，你们在大风车吗？转出来一个大风车，中间那真的很大风车吗？你没看吗？在这搁那转，我要在这里看着显眼的两个大鸟转，太难转了，大家。这秘密武器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借过了，强啊借！结束了，通了，耶！结束了，耶！29分多少秒？29分50。Clear。过了。We are next, next。大家都打不过。赢。太简单了，打出地界太简单了，操 ，suck my balls， 完了，我们都是 marker 左边 W 啊，对，那左边 W 啊，太强了，我们是 W 二啊。笑死，应该是有30多个最多的时候还要发布了，离我5万看到了 Suck poor boss SMF。看看原素的 SMF 吧，解说归位，解说归位。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MF 这边啊。啊 ，Hold 这边现在他们10多万5对吧？我看看 SMF。我们专心来看一下 SMF 这边，那么他也是牵头这一面。哦，你现在收看的是由 FASF2022 举办的这个大会。突然间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，他还没发我呢，他没做好吗？还是看看远处的 SMF 吧，家人。哎呀，这不牵头吗？哎呀，哎，这不阿 V 吗？斜线 SE。SE， 好累。好，然后下一个档。SMF 算是老成员了，再来一个老干员。好的，老干员。好的，到了下一个这一面，这一面是非常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，根本就不记得自己曾经玩过。我是你好，我就是二一下就过了。已经二了，已经二过了。按二的时候就按二就过了，非常简单这一面。对，非常简单，哎、我们就是按一个键 啊打开，对，什么叫量子刺激啊？我们叫量子键盘。哎，为什么有一个叫野兽先辈的呢 ？Where？ 不要戏精。有幸在波队抢到一个档。哎，有幸在波队上。有幸抢到三个。哎，好的。哎。过画风了，好哎，
我也不知道我抢了几个档，反正就是有的时候 C， 有的时候。我一个档都没抢，因为我根本没玩。人太多了，根本没法打，我直接在原地看着，我就在原地看着了。我记得我是在后面听着压迫Q123，大家都把Q123压迫出去。SMF 是初见吗？怎么可能是初见？他这么快能打到这儿已经可以了。Masker 他电脑有问题，所以没晋级。Masker 能看到在坡里面你弹幕飞了好多次，亮次学了一点，可以看出 Masker。对，所以下次遇见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有经验了。如果这个选手电脑不行的话，那么我们就靠解说建立一个坡去这个推流，让他先要有一个人发一个能抛的游戏。到底这次抛是谁先提的？那个是谁呢？但是游戏是 Luke 给的，啊、对吧？啊，对吧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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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，本来不太行，本来这俩人 PK 只能看一个画面，现在左边多了个，对吧 ？V 我五十，对吧？多好啊！好，节目效果爆棚。那边在说什么东西？我们是冠军。冠军？你咋说我不是冠军呢？我们是冠军。太难过了，入一次神，对 R 大队，人家跳量子四学，我们跳量子键盘学。好的，那么现在 SMF 也达到一个关键档，哎，好的，也是没死啊，走吧。哦，中间说我的建议，后续的 solo run 都加 pull。别了，节目效果。哎，修复也加坡是吗？我去，别吧。就临时状况就行了，什么都加个坡的话，就一次不分了。甚至可以解说跟着坡，然后解说。解说跟着坡，偶尔来两回挺好的，别每一个都这样，那不太行。有一说一，想到这个的时候还没有临时状况。了之后，选手稍微有点不尊重。什么叫 look？ 你认识音符吗？认识吧，也许。认识吧。对，场外同步抛是正确的，你放在大会上抛就不太好。但由于这个是突发状况，所以对吧？这没有办法。从竞技变成单人不太好，所以说就让我们来竞技了。乖。哎，就应该这样，学长群一个坡，协会一个坡，然后一个选手。太棒了。有个人刚进游戏然后就通了，游戏时间26秒。26秒不行啊，怎么是23啊，23太逊了。破解发来不满，线下播。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跳次竞技都是场外同步会破的，锦标赛今年场外同步不了，锦标赛因为都是7个出现，出现。对，锦标赛之外说了，悄悄的说一声，还有两个游戏没做完。哎，这不是挺正常的吗？23秒 ，W R E Z。拜拜。初见游戏就不要泼了，反正也会有剧透啊。对，确实，初见游戏没法泼了。他这种单人 solo run 或者 standard race， 你可以完全可以往外泼一泼。我每次摆初见跳次都是摆到一个我过不去的，我们在奥克利亚这边待着，还不如再跑一遍呢。那也来不及了，跑遍2022吧。那不如解说一下 SM。我去，歌迷。你好，哥哥。怎么这里也有气功室？学长说还有5个游戏还没开始做，我都不意外。哦，对哦，为什么不能跟着 Masker 破了吧？推
哎，那么这边 SMF 也是快快快啥呀？到最后死了，快啥呀？啊快啥呢？啊，快死了，快死了也是快了。在某种地方快了一步，太好了。Next。关闭引擎，开始正儿八经的看看远方的选手。好的 ，SMF 过了，该归位了。量子刺学，量子刺学了。这两个画风 BGM 不换的。我都没开游戏，我都没开他那个声音。我们看一下 SMF 表演。因为这个画风就配上一堆人的话，真的很瞎。没注意，我怎么卡了？嗯，哎，我怎么卡了？哦，是他卡了。哦，他卡了，他卡了，不是我卡。太棒了。顺便说一句 ，SMF 是刚才萝莉盒子跑那个瓢行出现跳丝竞技的冠军啊。冠军。对，冠军。冠军。应该是歌迷 V 五十吧。歌迷为大家武器，老年人机会是留给年轻人的。大会唯一指定威密五十方。量子刺客好像也没什么可以解说的。来点董哥解说解说，对，我都不懂。这个得花姐解说，有些是限 YA 的，比如说那个后面有一跳是 YA 要大于 0.42 才能跳的。来点入水三分。我想到之前坡队转那大圈儿，属于是大货车自家转。直接放弃治疗，在场外就寻找存在感。在线看看一下 hint， 在线看一下，这咋看？他要装模型，他们他肯定不会看的。我过得好，笑声大声，同意笑。这个过得有点快啊！因为量子刺学这种东西。哇，不会去当玄学吧？太快了！反下去学长困了，大会要翻了。大会要翻了，学长困了，大会不应该全都。待会儿 Rather 会解说那个 DTDMR， 所以我困无所谓。哦，有救星了。哎，他是不是会先打那个 Close Mode？对，第一个上来 先来重量级的，先来重量级的，先把这个两小时多的，先把重量级的打。可以看出 SMF 的次序感觉很尴尬啊！你看我从早上八点播到现在已经困了，那么问题来了，我下周怎么搞啊？这之前你还跟我说，阿姨的直播是给你平2块钱呢。哦，对，下周没事，下周有沙老跟那个丁燕帮我顶着，我白天可以睡觉。确实。然后沙老远程帮你控制一下电脑，帮你点上，确实。可以。有一说一，我下周五还真不一定有行，我帮你。周六周日尽量会。周五没事啊。哦，第一这就第一跳，这第一跳要0.42也。周五晚上啊，周五晚上你不都下班回来了？四二以上起跳，哎，刷，哎，刷到了。不过比较好的是它这个能存啊，要是不能存就很爽。不能存的话，那真的爆炸。就是量子刺学这种事情太恐怖了。
演革大学把规则玩明白了。样子是是哪首歌？等我拿什么记得都被你们摸透了，属于是。这谁放那个经典经典台词演讲？哦，我游戏都退了，我只能看这个大会这边了。什么演讲？哪个演讲？方本那个吧？是吗？啊、还是？看不清，我看一眼。方本的演讲。再复制一遍，再粘贴一遍。有的你就再粘，再粘一遍。别搞了，别搞了，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也行。都看得到的。Beat this。哦，哎，来个 SF 的，来个 SF 的。Beat this。妈的。后面不说了，对吧？你说吧。啊。Beat this。Beat this。大概是这个天，来点国内文化，来点国粹。国粹，我是快乐国王。好，你是超级英雄王。什么？啊，那拜拜拜拜拜，我是无敌太白王。一个小时内应该能够通的，肯定可以啊。不可以，他应该能过得很快。开始慌了，都是练过的。开始慌了，哎，这练过了，这句话今天听了多少遍了？每次一说这句话，感觉就要出事了。担心明天我的手的状态。我从上午九点多就已经一直在说这句话了，每次说完就翻车。真的是，别要这句话。很喜欢一句话，这个选手是练过。发了定型。哎，别发那么多了，够了够了够了。Take the L, Nader. What's your school, dude? Take that L, Nader. Take that L. 哎呀，我就开始整活。方面有没有想把 CN3 记录搞回来的欲望啊？没有，没有。方面觉得不如去卖水。哎，过了 Cookie 面。可以。不是，这后面的 BGM 都没换吗？全这一个？吧，不至于吧？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这个没有坏话。啊，好可惜。没有，这个比蛮特效。啊 ，EX 就俩 BG 了。啊，对啊，后面确实是这个 BG。啊！怎么有人重开了？重开还是不还行？哎，好，过来。希望明天早上我的手不会犯病，能听话。明天早上是我。
单手去乌鲁。啊，这他着，太棒了，做了吧？感觉大概52分钟吧，没那么快，没那么快。没有，我说那个 S M F S M F 52。51、52差不多。50，自信点。后面还有好几秒，后面全秒了，完了。再见，晚安。瞬间下班。50、51、52的样子。50、51，好奶。完了。哪儿的奶出问题？学校那边出问题。现在才有吗？不是，他又反复了，就属于又就开始疯了，疯了。我打不了麦麦了，关注点不这个。我靠，这弹幕开始压起来了，开始压起来。这不压个53、54？你有57、58？今天那个时间60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不压一个翻车？这不好意思，这我们很相信他。这不太人道。SMF， 我相信。我已经是大会的老选手了，对他友善一点。没想到他刚才掏有点掏。SMF 沉浸与新手群冠军的荣光当中，他傲慢了，凭啥突破50？操，傲慢。首先是犯下傲慢之罪的。啊，找规律还是什么？53、54。不要输，哎呀，走死了。好了，51、52已经没了。51、52还是可惜呀、啊，感觉有人发功了，有人发功了呀。那应该是53、54，就不会占60吧？感觉他应该在看直播。还几个档来着？后面还有一面吧，后面还有一面吧，应该是一面，还好，是不是一面？今天可以啊，一个人都没翻车。你别说，今天还没完呢。暗示明天大翻车。还有 RO 和 DDM 应该翻不了。DDM 四个小时绝对充裕。好，就看 RO 了。RO 的话，加油啊，时间。那加油选手吧，就加油时间。是不是翻车？这位解说心思不纯啊。慧慧的 PB 是40分钟，刚好比那个预留时间少10分钟。不是，你们 PB 40分钟的话，你加个20%，48吧，差不多嘛，对吧？我 PB 55分钟。我操！报一小时，那没事。我 Q Boom 平均速通时间那半个小时，害怕了。现在我感觉都要翻了，没事翻就翻呗，又大不了啥。队长刚说完，今天一个都没翻，就在说翻就翻呗。我说我那个是下周的事儿，下周的事儿。下周的事儿，坏了。正义 PB 65分钟，糟了！我 PB 糟了呀！我那项目 PB 2小时05分钟，但是我已经很久没练。不算正义，不是打过1小时5分钟吗？还是1小时1分钟 ？SMF 力量，坏了！感觉学长刚才说那个啥有道理的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刚才说那个什么？51、52不行，什么还早得很啥的。你去到哪句话没有道理吧？有道理的呀。关键。
你这话是好意思？哎呦，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，好可惜啊！这五三五四也很难了呀。五三五四没了。来，接着下注。别再来个五七五八吧，那五八五九。五八五九是不是我那个成绩啊？我之前跑 Crisis 是不是五八五九？五九六零。我记得我当时跑 Crisis 是五十八分钟，但是我忘了是不是五八五九。完了呀，这档卡太久了，没手感。太久了，这边是为什么呢？请问各位解说有没有什么头绪？我刚才说了句什么来着？没事，翻录像，到时候都懂啊。今天没有一个人翻，太好了。那还说，是吧？是吧？都说了，大会直播员不要开单。别吧，别演我呀，我这专业判断是吧？这搞我呀？专业解说要敢于下判断。好的，关键。可以可以，哎哎哎，哎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专业解说要敢于下判子，好好专业好专业，他现在要冷静一点，他现在要冷静一点，可以，好的，哎呀，不会翻了，不会翻了，没事，不会，最后一面还有五分半，冲啊！就觉得三个，哎，就三个档是吧？给他拿下。给他拿，给他，不敢说话了是吧？不敢说话了，拿下，快拿下！大家听到没有啊？明天录个直播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呀？我靠，太早了，我早一个，不一定起得来。明天跑的时候，六七，明天要我直接挂解说频道了。是跟学长一起的，我被迫得起，啊，太烦了。六五七应该是可以的，六五七应该是可以的，这感觉不太像啊。听说要两分钟，加油 ，SMF， 给他拿下！相信还是有解说支持你的，有解说支持你，加油啊！我们天哪，屠龙洛克，六十，百分之六十，我压的是六十啊，我压的是六十，六十。五九五九，多坏呀！你看这个孩子。好，冷静一下，回来冷静一下。好的，哎，最后一个档啊，最后一个档。现在是应该五十六分钟。这应该是，我看他这个状态，应该是无法赢。好。怎么反奶都没用了呀？无法什么？五十分钟最后一个档，随便打。啊，就是说下注的可能先过了，五六五六五六，五六太棒了，没有翻，太好了，学长的颜面保住了。二几啊？二零一八五六，算五六吧。GG，好耶！怎么六幺八？六幺八，我要六幺八，六幺八还加一个六九，太恐怖了。OK 好了，那感谢三十多位选手的参与啊，三十多位选手，好，我们进行下一个项目啊，进行下一个项目 R vs lots of people too many people 618大爽麦谁厉害6666 SMF so good very good